我要是的话。 你要是无牵无挂，你还会害怕吗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一定会找到。你杀我半死，上去。 正好，你帮我把书柜上面的监控拿下来。监控，嗯，林小姐。 说的是这个吗？你的手这么凉，你害怕了？林小姐想多了，我一直体寒，一年四季都是如此。没想到林叔叔在这里还放了监控啊！这也是我无意中发现的，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。池山，雨薇，你们帮我看看，这个监控里面有没有出现什么可疑的人，尤其是…… 周末在不在里面？池山，怎么了？彤彤，这个需要读卡器，家里有吗？在我房间的抽屉里面有。好，我去拿。 叔叔去世那一天，这个房间除了他之外，没有别的人进来过，是吗？彤彤，这下你该相信了吧？叔叔的死，真的是意外。别的地方检查过了吗？楼梯那儿的监控呢？楼梯那儿没有监控，除了这个监控，我不知道以外，其他监控我们都查了，什么都没有。 折腾一天了，你也累了，先别想了，送你回房休息。雨薇，嗯，把卡给我。刚刚我们不都已经确认过了吗？该删的我都已经删了。 你不也看到了吗？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主要是，哼，那天的视频我根本就没放。再说了，周末可就在我们身后站着呢，我怎么可能让他看到你找人去书房换了遗嘱，后面还把老头子……还是给我吧。拿去吧，自己好好确认，省得你不放心。 你我要是都不放心的话。
还能放心谁啊？知道谁对你好了吧？秦博瑶，你真不是人！把我捆在你家一天，现在才回来，你就不怕我被饿死吗？要不是你非拦着我，我至于帮你吗？林伯父是你秦家的仇人，你去给他女儿当保镖，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到你要干嘛，我能不拦着你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用你的身份胡来。我是在担心我自己吗？我是在担心你。对了，你这次去拿到那份资料了吗？自从林国富撞见我以后，他就把资料转移了。既然唯一能证明他恶意收购秦家的证据没影了，他也死了，那你还能怎么给你爸和你们集团讨回公道啊？放过自己，好不好？周末，你的身份，我可能还得再用几日。秦慕瑶，你还要干嘛？林国富最疼爱他女儿，可能只有他女儿才知道，但他现在咬死了我杀他爸的凶手，我得回去，先取得他的信任，再讨回收购资料。秦慕瑶。那盲女千金可不是个善茬，你别栽她手里了。林小姐，你醒了。你进来做什么？池总交代我，在你醒之前，床头放一支新鲜的白玫瑰，还要把咖啡给你准备好。黑巧风味意式拼配，双份浓度拿铁。85度水温，我不喝，你给我出去。有你最亲爱的父亲和最信任的未婚夫作证，林小姐还是不相信我吗？你别想混过去，看不见的人感觉最灵敏，我的直觉不会错。林小姐还真是犟啊，既然看不见，就不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个人。而是要用自己的心。你干什么？带你去吃早餐。不用你带，我自己会走。小心！林小姐要好好保护自己。才能让你的父亲安心。彤彤，你小心一点。快过来吃早餐，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。池山呢？说是处理股东的事，一大早出去了。彤彤，你现在行动不便，我把三楼那间靠近电梯的大套房给你收拾出来了。你到时候进出也比较方便，这两天我也住进来了，也方便照顾你。雨薇，谢谢你替我想的那么周到，这几天要不是有你照顾我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熬过来。你跟我还说这些客套话呢，快喝粥。
爱指引的方向会不会是假象，慢慢陷入无形的妄想。